他本人有态度一点。我觉得马有容实在太适合嫁给演艺圈的前辈了。谁？就像马如龙之类的。就高凌风那个时期的小前辈。像我们要叫大嫂的对象是不是？方志友，你刚才干嘛？你同手同脚哎。真的吗？不然嘞？那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不可以。你以前以那个星光大道的身份来说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你当时感觉还蛮知道自己在哪的啊。我知道啊，我在康熙来的啊。我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啊，所以你要再走一次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认真。好，加油。好。要跌倒是不是？我们必有在晃吗？没有没有没有要跌倒。坦白说，你是惹到我了。我觉得张成龙其实走台步来讲，他们算有抓到自己的特色，哎，就是宇安啦，或者是马有容，他们走的时候都有展现自己的是，而且我刚刚看到一个比较会表现的，他们会用到自己的臀部，对，要左右的摆动。嗯，风妖怪你要走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都是走性感路线，对，边走边跳舞，老师音乐。什么冤情就说，不用一直甩辫子啊。所以臀部他也运用得很好吧？是。看完他们的舞蹈以后，就会感觉到可能分数不一样。可是在这个阶段，纯粹从他们的外形以及到目前为止跟我们聊天的过程来判断的话，觉得你愿意跟人家描述他是2012年的宅男女神的是哪一个人，请你写在你的答案板上，好不好？只可以写一个哦。沈玉玲，你觉得票数最高会是谁？按照刚刚这样的反应哦，应该是果子。真的？果子。你不是说他不能当女生，只能当美少女吗？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的这个那个品味口味比较怪异一点。Okay. 对。张胜峰呢？你觉得谁票数会比？目前为止，好像也是果子。可是果子已经发展一段时间了，他2011没有成为宅男女神哎。嗯。那我投给二号，宇安哦 ，OK， 所以宇安跟果子，那妖怪你觉得呢？以我的看法哦，彩提吧。嗯，怎么说？因为彩提就是蛮均匀、蛮匀称的。刚刚沈玉玲讲过这件事。哎啊，对啊，他整体来讲都嘛不错。公然抄袭人家来电。对，而且我人还在。对呀。就是因为还在，我讲给你听的。你对我们没在主持哦。那我自己也是觉得。你真的认为是蔡？我真的认为。好 ，S 呢？我觉得宇安。真的哦，我觉得是春春。哦，可能不会哦。不会是春春吗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瞄到他们的答案板。来，前面五位举起来，我看看。彩提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大家都有票哎，然后彩提真的有三票，所以妖怪目前对算比较领先。来，后面五位：宇安、彩提、果子、彩提，所以是彩提，是彩提耶。好，目前这个阶段恭喜彩提哦。谢谢。所以我刚才讲，这春春一票都没有。对，你该是乱讲吗？没有，我真的会投给。可是彩提因为占有在网络上高知名度的优势，对，所以等一下表演以后，应该他们想法会。因为刚才彩提访谈中没什么特别的表现。真的真的，方志友你哭了。我没有啊。没有人选你耶。我没有哭啊。怎么样，气不气？还好哎。有没有很想抽根烟？没有，我不抽。因为我是方自由，他不是 only 友。因为我今天是抱持的，就是来开心的就好。OK， 带给大家欢乐，让自己开心。对，马有容其实这一集播出后，一定是讨论度最高的。不管他刚刚有没有得票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演艺圈大哥应该会开始追他吧。是啊，他很适合唱片。你说方志友还是？不，二号。哦，你说宇安吗 ？OK， 你觉得他适合唱片？对，就是甜美。宇安，你有唱过歌吗？不敢。你唱歌能听吗？比刚刚那个 JJ。我们背对背拥抱。我不敢在节目上唱歌。方志友，你觉得他唱歌可以听？他唱歌好听。我们之前拍戏的时候有时候
在等的时候会就哼哼唱唱。他其实唱歌还蛮有点像王菲的感觉，这么厉害，就是冷冷的个性。来一人来一句，不要他这样乱夸我，然后等一下我唱的很随便一个，我愿意什么都 OK 啊。刚刚JJ都敢唱了，你还怕什么？没有，方志友刚开始夸他，等一下唱歌的时候方志友笑最大声。我认真，我真的不敢啊，再差也不会比JJ差的，快点，加油啊！拜托，我真的不敢。方志友，方志友，你唱一句我听听看。我唱，好，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他刚刚有弄麦克风哎，有，他刚刚有。这样子，而且还有时候拉好长哦，再进步一点吗？有，你唱歌比以前成熟了，谢谢。是跟你现在外貌变小了，好奇怪哦。我觉得是今天的装扮啦，嗯，对啊，下次我来挑战成熟装扮就可以很成熟。我没有要扮这个。好，不要看这几位妹妹她们练舞的时候的状况，先播出的是伟伟。接下来看到的是微微的练舞状况，看他又是劈腿，又是在地上翻来翻去的，哇塞，您是在练舞还是练功夫呢？终于脱离在地上翻来滚去的微微，练起舞蹈动作相当的专注。哎，但是看到隔壁的老师，微微你再不努力练习搔首弄姿的话，我看观众的目光，都快被老师给抢走了。终于进入搭配音乐的阶段了，经过老师的训练，我们的性感魅力似乎增添了不少。哎，不过我说啊，这两位老师，哎，你们扭得这么用力，真的很抢戏耶。哎，经过几天的练习，不知道微微有什么样的心得呢？然后很开心能够，就是请到这两位老师啊，真是很谢谢他们，因为过程中我真的是很笨，我听拍也很慢，然后动作就是都不够硬，太软了。希望能够这次的比赛能够最后能够圆满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不化妆比化妆漂亮很多？素颜，那个是素颜。你是欠那两个老师钱吗？那两个老师怎么一脸不爽的样子？因为他们很累，他们就一直教我，然后我一直就是没有办法跟到拍。可是我在练习当中看到你那个扭动身体。很有效果，我是很软没错，可是他们因为有些舞的动作是你要软的时候该软，但是你要柔中带刚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很硬，我就是很抬啊，会他们会一直骂我说你的动作真的很抬。刚才那个伟伟在练舞的时候在地上那样撇开妖怪可以吗？当然，因为我们是 Kimochi 老师，这是基本的一个。真的吗？对，不要伤害到自己。不可能，有没有看到？里面那个白色你不行了，是不是？